去见福寿螺吗？啊，好。昨天有燕子问广东不冷吗？来了个冷空气哦，给大家看看，25度还是蛮热的哦。这种温度对福寿螺来说没有影响，要加大力度，芋头还是遭殃啊，逃不掉。这个已经孵化了好多啊，很可怕、啊。红芋头这边也被祸害了，哎呀呀，又跑出来了，给他们压压惊。这也太多了，越看越像头皮屑。上次有观众说这是田螺仔，啊，我都有点无语了。除了老的，还有嫩的，这拉丝的感觉，一不小心集齐了所有阶段，要是孵化出来，又是上万只福寿螺啊！让他们感受一下人类的关爱。有观众说这像草莓汁，又像西瓜汁，你们说这像什么呢？但这么多，才沾了一点点汁水。福寿螺危害农作物，